记者葛又豪高雄报道，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今天前往盐城区大舞台市场拜票，受到摊商支持，动算声不断。他强调将加速港区开发，再现盐城风华。大舞台市场是盐城区知名早市，陈其迈由市议员简焕宗、李乔如陪同扫街，受到摊商及采买民众热烈欢迎，争相握手合照。路桥里里长许美娟称许陈其迈是在的出身，最了解盐城的过去发展，担任代理市长期间推动港市合一及波二仓库再造，活化盐城经济，未来一定是可让盐城风华再现的经济市长。陈其迈今天也化身导游，现场导览盐城历史及庶民美食。他说，盐城过去是全高雄最热闹的地方，小时候去盐城就像去香港一样，但因盐城跟码头间有围墙隔离，造成发展受限。他担任代理市长时期，拆除围墙，活化当地，促成文青的博二特区挺生。未来流行音乐中心营运后，盐城区一定会更繁荣。陈其迈强调，盐城区临近亚洲新湾区，他会透过地方创生，并结合里长及文化协会等在地人士，让日治时期的建筑物再次发光发热，盐城风华再现。当地里长等人今天均陪同扫街，